黑神话悟空不仅仅是一款游戏，更像是一场穿越古代中国的惊险之旅。想象一下，一个充满茂密森林、巍峨高山和古老寺庙的世界，这就是在黑神话悟空中等待玩家探索的世界。游戏取材于中国神话和民间传说，创造了一个既熟悉又奇幻的世界。这个世界不仅仅是视觉上的盛宴。 更是文化和历史的交汇点，玩家将会感受到古代中国的神秘和魅力，仿佛置身于一个真实的历史场景中。游戏科学的开发者们 painstakingly 重现了古代中国的美丽，从最小的细节到最宏伟的景观，游戏世界的每一寸都充满了生机。他们不仅仅是设计了一个游戏，而是创造了一个活生生的世界。 每一片树叶，每一块石头，都经过了精心的设计和打磨。这种对细节的关。